我是刚刚列车的赖白新年十二月十五号，双蛋19:29，什么就是248次哦，锁零八特，跟朋友讲话点的跳001啊，跳幺008，泰鲁格之羊啊，因为我的泰鲁格之羊在双蛋是赢了，啊，如果下面个马掌门都给我们的一级光很平。你不是要去休息了吗？啊，不一样。正的。他说的是原本想倒闭，然后变成演到开车机，想开车机。我想说里面那么多可以开车的。还有是做彩虹吗？还有苏豪哥哥啊。不用吗？这条啊，四三一次哦，这个朋友像四五。都不会嘛这样。来到八折九号的那个数零都不会嘛。天佑2019天佑2020不会嘛这样，谢谢各位。那下面干嘛咱们都是给我们打，就往那边拜拜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